才能够把振兴五倍券用在巷口那一家充满回忆的小店。这间店不只是一碗卤肉饭而已，它承载的是我们家两代的交情。就让振兴五倍券留住你家巷口那家小店。消费除了是生活必须，除了是娱乐，也可以是支持的力量。就让振兴五倍券留住你家巷口的那间小店。这家真的是好吃到崩溃，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，就是打开之后上面其实有满满满我最爱的东西。吃美食找回忆胜过千万倍。发起这个就是留住巷口那一家小店的活动，可以多到我们在地的这些小店来消费。我假吗？不好假。吃美食找回忆胜过千万倍。然后进行更到底恁导航啊，还有一间小店，吃好康的，找你的回忆胜过千万倍。